到了。卡斯蒂的伴手礼还没穿好，今天你能特别特别选择哦。还有绿豆碰凤梨酥，还有相当可口的手。我们希望大家呢，给我们最热烈的掌声。要邀请，他是来自于我们台湾最轰动、最有名的知名视障乐。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在这里办记者会，特别荣幸能够邀请到我们院长跟院长夫人留下。来品尝我们成果，那他们每一年的产品啊，大家都赞不绝口。各位好朋友，我想虽然我们很多是第一次见面，但事实上倒是令人很感动。总是在爱心上，虽然第一次见面，我们总感到好像见到老朋友一样的亲切。刚才我们聆听啄木鸟乐团他的演出，事实上是蛮感动人的。我前一阵子我去受洗给那些截肢残障的那个运动选手，他们要去参加比赛，对于残障的朋友，他们比常人用是那么多的毅力跟努力来跨越他的心态，来跨越他的身心的障碍，心里边事实上蛮感动的。我们曾经看到国内一位脑性麻痹患者孙家良，他不但是高中联考的榜首，也是台大资工系跟数学系所有第一名的毕业，并考取公费留学攻读博士。我们当然也看到刘翔女士，她写出很多脍炙人口的文章。当然在国外，我们也曾经看到眼睛全盲的那个 Fanny Crosby， 他写出很多撼动人心的诗歌。我们也看到施工官的他得到22座葛莱美金像奖的知名的歌手，所有海内外身心残障的朋友，他们超越他们的心理障碍，跨越他们身体障碍，然后用特别的毅力跟发挥潜能，我总说称这些朋友身之勇者。我们正常人不一定能够超越他们，而他们对他们我感到很佩服。我今天也是以这种心情跟我那人摆脱其他的节目要来参加，特别感佩他们，也特别鼓励他们。社会公益机构有关注活动，并全力配合政府推展各项社会福利以及公益事项。